起立，立正，行礼，吃坐。所以大家都吃饱了吧？这个是台湾式早餐还是美国式的早餐？所以我也是吃台湾早餐，然后接下来谈美国的基本精神。肚子还没有完全适应，所以我慢慢想这个话题。平常我们怎么展开呢？我们都从别的团体对我们的误解来开始，因为别的团体听说我们在推动跟美国改善关系，他马上想我们一定是要作为美国的一州，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作为美国的一州，反而可以说我们反对，我们反对作为美国的一州，因为美国的一州不是台湾人要走的路线嘛，台湾人还是希望始终我可以保留一个建国的一个选项嘛，所以我们这条路是对的。就像现在关岛一样，不是有听到有一些关岛的人在推动说他们要讨论独立，波多黎各他在讨论我们要不要独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美国没有任何一州在讨论独立，因为一旦进入联邦体系，作为一个州不能离开的。就是因为林肯的时候，150年前，那个南卡罗来纳州，他是第一个说，那我不要了，我不要作为美国的一州。他本来是13个殖民地之一嘛，他就说我不要，我退出。林肯就引述那个宪法的某些条文，就说你不可以退出，你退出就是叛乱团体，所以就是南北战争爆发嘛。为什么南卡罗来纳州在东海岸嘛，为什么他要退出？就是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他们南部的人是很大的农场，他需要很多黑奴隶来耕作嘛。北方没有那些农场，北方是工厂比较多，那他没有这么需要那个黑奴的那个，他反而觉得那是人权问题，所以很多北方的人他也是在帮助那个黑人跑路嘛，所以他们有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底下那个铁轨嘛，就是一个比喻嘛，他就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房子，一个安全的房子，一个安全的房子，让你都往北边跑嘛。那北边很多州就是说只有自由人没有奴隶嘛，所以你到那里你是自由人，但是如果那个南方的那个警察来逮捕你，那你又回去要做黑奴，所以很复杂，那个时候很复杂，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反弹。然后也有一段历史是一般人没有听过，就是林肯那个时候他也有去估价说全部把黑人送回去要花多少钱，后来他那个时候他发觉他觉得太贵，所以他没有送。但是有一些人是回去了。什么叫做西非有一个地方叫做 Liberia， 对不对？台湾早年好像跟他有邦交吧。他那个地方就是分两组，就像台湾一样，台湾有这个1949年来的那个中国人跟他的后裔嘛。台湾也有本土台湾人，那个 Liberia 那个也是一样，他有那个南北战争后回去非洲的，
的那些人，然后也有那个本地人啊，他们你看他们林肯那个时候南北战争结束150年，我前20年到 Liberia 去看的时候，他们是也是分离很厉害，不同族群不同的想法，不过基本上他们回到非洲的那个发展没有留在美国发展 的好，对不对？莱比利亚你打开报纸，他也是在血战，他是战争，也是彼此屠杀很厉害，所以那个地方很糟糕。但是有一批人有回去就对了，这主要就是回到那个 Liberia 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先排除一些误解，我们这个团体并不是主张台湾作为美国的一州，因为一州会断绝我们未来发展的关系。因为你像关岛、波多黎各那个海外领土，它可以往前进，它可以往后退。譬如说波多黎各，如果它突然它有什么想法，我们跟别的国家做一个什么邦联啊，我们跟别的国家合并啊什么，如果它这样要，它也可以啊，它可以有这个，因为它是海外领土，它是所谓未合并领土。未合并领土是美国那个大法官在美国西班牙战争后在讨论某一些这个新获得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甚至于古巴，那个时候是美国国旗，他在讨论这些海外领土的到底跟美国本身的那个法理地位，他们就用到一个词叫做未合并领土。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法理到现在是110年才有那个法理。一般美国人对那个美国西班牙战争后，就是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年嘛，以民国来算，差不多民国前14年嘛，那一段的战争还有后来的影响，还有对美国整个宪法体系的影响，一般美国人是不了解。他最多了解一点州各个州的历史，或是他自己所住那个州的历史，其他可能不太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推动这么多，我们并没有很多本土美国人很热烈的欢迎或是加入我们这个体系，因为我们走的法理路线不是一般美国人所了解。你比如说你问一般美国人，你说刚开始美国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结构，刚开始你跟英国切断关系，大西洋一边一国，美国英国一边一国，你这个切断关系美国是什么样的地理的环境，一般人就会回答是13个殖民地，就那个时候就称为13个州，当然它的面积没有像今天那么大，那个时候这几个州的面积大部分比较小一点，他后来扩大，一般人就这样回答，13个殖民地或是所谓13州组成一个美国，其实这个不是很正确，还有一个西北领土 Northwest Territory， 一般人都忘记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领土，一般人都忘记。所以美国整个历史过来也是有很多领土，然后美国人一直往西边拓展，每个地方就先是领土，然后后来人数够以后他才形成一个州，然后甚至于他跟法国买那大块 Louisiana 领土，远超过今天 Louisiana 州的那个范围，就一大块，他买那大块，后来慢慢隔成州，后来他买其他的，扩展到加州的时候，加州、新墨西哥、Arizona 那一大块也是先做领土，慢慢人数增加，慢慢后来变成州了。我们不是走这个路线，我们就是维持
做海外领土，而且我们不是一般海外领土，我们是在军事管辖下的一个海外领土，那个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说地位未定，台湾地位未定，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做一个最后的政治状态，就是占领地嘛。占领地像那个伊拉克，我美国攻击伊拉克啊，后来那个军队进入伊拉克，那就算是说算是美国占领地啊。你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拉克作为美国的占领地，是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应该一般人可以了解，它不是美国的一部分。那前两个礼拜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那个学者，一个陈先生，他就说，哦，你们是推动台湾作为美国的一部分，我们不是推动台湾作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些学者自己都不看书耶。占领的东西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读一下？这本书都写得很清楚啊，对不对？这本书写很多，我们还有其他的，在那个仓库还有好几本呢，可以买来看。占领地不是占领国的一部分，这个用膝盖去想都知道啊，真还用头脑，对不对？没有人在说伊拉克变成美国的一部分。那伊拉克有没有发美国护照？没有啊。伊拉克人要去旅行拿伊拉克护照啊，啊，要么就是写在发的那个单位啊，就让那个伊拉克外交部让他基本上继续有个运作嘛。因为他们并没有意图要吞伊拉克啊，所以一个占领地啊，为什么他 OK 伊拉克他们就说我们占领一段时间，那个政府重新整理，然后就是恢复他的常态嘛。所以他占领一段时间，那个哈山的政府下来啊，他们组织什么样的政府？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哈哈，同一个名字，占领地民政府，不是临时政府，不是战时政府，不是什么政府，是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那是这个标准的名字，那是法理的名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台湾本来1945年4月25日应该是台湾军事占领的开始，蒋介石的这一票人就宣布台湾光复节，但是美国、英国、法国那些都没有承认是台湾光复节。而且看那个历史文件发觉，哇哦，台湾还是很小耶。他们蒋介石受理投降以后，他们不太管台湾耶。你看日本人口比台湾大很多啊，还有那个时候在台湾1945年4月25在那个投降以后，那中国本身那个内战也是开始打得很激烈，所以他们不太管台湾，不太知道台湾在发生什么东西。其实台湾那个时候一连串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还有那个上面就是这个国民政府他宣布很多他不应该宣布的事情，什么光复，这个是不对，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美国占领伊拉克并没有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呢，占领不移转主权。再来把人民都集体归化为自己国家了。美国占领伊拉克有把人民集体归化为美国人吗？没有啊，不可以啊。最多实在没办法，你可以给他你合法的什么通行证啊。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因为台湾后来到那个和平条约是日本放弃，但是没有说给谁，所以还是回到从那个国际法，还是回到那谁把它打下来。看很多很多的文章啊，但是大家全部就忽略这一部分。他说台湾呢就好像随便是这个法学学者随便他提出一个论调，可以说呢台湾怎么排就随便他去主张啊，随便他提出一个方案，但是这个重重错误的。
战争的情形，回到原点，谁把这个地方打下来？打下来是产生什么？债权债务。难道我们的那个军舰是不要钱的吗？难道我们这个 B-52 的飞机，其他的飞机掉到海里，掉到台湾的那个路上，掉到那个不要钱吗？那个人命不要钱吗？那个是债权债务，你没有还债。所以台湾就是这样，要过户，要过户给谁？要过户给所谓台湾人民，是一个过户手续。Maybe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联合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可以说一部分的比喻，就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地震事务所。哦，你要过户，哦，你要独立，哦，好，哦，台湾，喂，哎，哎，奇怪，过不了户，喂，再办手续，不不，哦，过不了户，过不了户，为什么？工程款没付，这是事实啊，工程款没付，什么工程？有一个很大的工程，美国帮你办，日本过期下来，不，这个工程花很多钱，这个工程款你没付，所以你过不了户。然后你一直在那里，美国干涉我们的内政啊，为什么不说中华民国干涉台湾的内政？这个才比较正确啊。他有上司一个人为了台湾能把日本国旗拿下来吗？没有啊，一只船一只飞机啊，他没有发言权，好不好？每次开会我跟他这样谈一谈，哦，他们在场的人都要把我赶出去，欸，我是非常不受欢迎，就刚好流落到这个民政府这个第五楼的这个会议厅啊，在这里可以演讲，其他的地方不太喜欢听我的演讲，我太敏锐，太一针见血，他喜欢马马虎虎把他带过去，我是直接用那个针插下去。所以当然你这个债权债务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是协商啊，不一定是要用钞票来处理，但是你总是要有一个协商，欸，你总是要有挑战交换啊。啊，昨天我们的秘书长不是说台湾可以租这个基地给美国，哎，这个也是我们还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要求，我们可以要求说，哎，这样你给我们一些钱，你去掉我们一些债啊，什么什么，我们可以有整套的 package 啊，慢慢谈啊，可以慢慢谈得出来，我们越谈，我们可以拿很多好处过来嘛，对不对？但是总是要有一个谈话的结论，不能没有结论。所以我常常讲一些故事，就是台湾也有这个情形，就是一个大楼，然后可能他要把这个大楼新落成，他要转给其他人，他要转给其他人，可能甚至于发牌或什么，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过户。啊，地震单位就说我不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工程款没付啊。但是地震的资料，那个地震师说那个不会出现在资料上，那个你另外必须查。所以台湾就是这个情形。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关系跟美国是比较接近。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到底主张什么？那就简单，就是一个美国的军方管辖的一个体系嘛，军方管辖的一个海外体系啊。那本来就是这个蒋介石过来，就变成在代理美国的。你从法理上只有这样的看待，因为美国把台湾打下来，是美国的这个大兵，他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占领台湾。是这样算的，
那既然他没有做，谁做？蒋介石的这一票人来做，那只能说是代理关系。我知道好几个人说国际上没有这样的代理关系，我说有啊，怎么会没有？代理关系是永远存在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代理关系，每个事情可以代理关系。啊，那个台湾人不懂什么叫代理。我问我的邻居，我说代理你懂吗？他想一想，他说代理我知道，代理就比如说我们要吃晚饭，但是我忙着先给小孩子辅导功课，我叫我弟弟去买烤鸭，啊，他去买烤鸭把他带过来，结果买一只，他给我的时候只有半只，为什么？他另外一半他说他饿了，他先吃掉啊。这个叫做代理关系吗？这个不是代理关系，因为你代理不能逾越你的代理的权限。我叫你去做这个事情，就好好做这个事情，不能把个人的成分加进去，你不能超越你授权的范围啊。所以说穿了，很多人不太知道那个代理关系啊。代理关系都是很严谨的，很严谨的要遵守这个代理的范围。OK， 就像我如果叫你，我现在要出国，我要读博士，哦，我实在我要赶快读，我平常九月到五月我都在读，但我暑假也要读，所以我三年不能回来，所以我这些房子你作为代理，你要处理这个房租的事情、房屋税、地价税，所有的这些。那这样的代理关系有没有可能三年后我回来，哦，这几个房子都变成你的？这个不行哎，那不代理，你已经超越范围啊，代理不能这样，代理不能这样。所以因为一般人听到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所以他认为代理可以随便乱来，但是不是哎。所以蒋介石这个集团，他当然他也是乱来，他发布很多他不应该发布的事情。台湾光复节，那是给你代管，不是给你吞呢。这些人民变成中华民国国籍，那不对呀。其实那个马英九是跟他的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在讲，不是那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或是谁，或是至少历史研究所的那些，他们在说啊，反正战后有个台北条约，啊，台北条约就已经说，这个台湾地区人民视同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我们已经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台湾已经属于中华民国。但是那个老独派的一个黄兆昌先生，他有去日本国会调那个资料。日本国会委员在讨论那条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台湾归属未定耶，那是暂时的一个措施啊。因为如果没有，本来我们在台湾这些人的好朋友跟日本有来往，如果不给他视同中华民国，那他完全没有护照，他连来往我们日本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暂时的一个措施，是完全不承认这个岛属于中华民国的。所以马英九跟这些人在台上他讲的，反正我一个朋友啊，他要到本来要到中国去做生意，但是做生意一段时间他发觉，哦，要了解这些人在讲什么，这个很复杂，所以是不是先下去了解这个中国人讲话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他说这个我跟他们相处一定要知道这个分别，他研究好几个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中国人嘴巴在动就是在说假话。所以马英九在台上他就说，按照台北条约，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这个就是一个实例。
完全没有这回事啊！你去看当天那个日本国会的记录，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们很喜欢扭曲那个条文。台湾是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团体现在也常常在讲，既然没有联军认为1945年4月25日是什么光复节，既然事后的条约旧金山合并条约、台北条约什么的没有过户给中华民国，那到底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的地位是什么？哎，他第四条不是说领土要并入国家必须有什么国民大会表决通过啊？台湾有办吗？没有办啊。所以你说台湾宪法在台湾实施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在我们看起来是没有法律依据啊。接下来选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在我们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我们林秘书长说经过几个人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一个什么小姐，她前几天她在报纸上有一个斗笠在拆那个茶叶，姓蔡啊，蔡什么蔡什么啊，英文蔡英文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把这个消息传给他，哦，他很生气耶，非常的生气耶，我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事实就是事实，法理就是法理啊，他不敢面对法理。其实在我家，我因为我太太是那个台中县，我太太是台中县的人，其实我太太是当然算绿营啊，我太太当然算绿营，因为她是本土嘛。她每一次跟我讲，我都每一次忘记。他们那个家族有那个坟墓嘛，家族坟墓，她很清楚她第几代，好像是18代吧。她是过来18代，她很清楚她的位置。嗯，我们以前每一次碰到那个。我以前非常注意法院，我就碰到那个立委是台中县的，我就说，哦，我太太一定会投你的票。其实上辈子不可能，他一定投绿色了。但是 anyway， 我交了很多国民党的那个台中那一区的好朋友，有的还在联络。嗯，对。所以我们到这边，所以回到这个。美国基本精神 OK， 我们前面谈到这些一些基本的法理结构，然后什么时候的第一个误解我们要作为一周，第二个误解我们怎么样要称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个都不对。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这个台湾的水准会说，那如果你称为美国体系里面，那还得了，那你这个法律结构一通过，那每一个人就可以买枪，因为美国不是都可以自由买枪吗？所以这个又是回到一般人实在不太了解那个海外体系的那个法理运作，这个也是陆陆续续美国大法官他有判决啊。美国以前是有那个所谓民兵嘛，刚开始他在开始革命的时候，他没有常态的军队，所以每个人就是因为美国还是很多野外的地方，每个人在家里有枪要去打猎嘛。啊，等到英国人来了，就人跑到广场敲个钟，说英国人来了，你就要拿你的枪跑出来啊，然后看英国人哪一个方向来，就跑过去开始把它当作靶子来打嘛，对不对？打靶子。你就是要开始这样做，所以他有那个民兵的那个历史。所以这个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有关拥有枪支，它是基于这个历史才有这个法理。海外领土有这样的历史没有？我们没有，在台湾可能只有一些山地或是原住民，他有一些拥有枪支的那个历史，所以他是有特殊，他是打猎的一些需求什么的，所以不会说你进入美国体系那马上大家可以买枪，不会，台湾没有那个历史，所以
你要看，你要看那个过去是什么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楼下有一个我们叫咖啡厅嘛，有什么那个电视机那边，我们在谈台湾是不是将来要陪审团嘛？啊，陪审团为什么就是怕那个法官的那个权力太大嘛？但是陪审团，那你面对一个问题是台湾人有没有那个素养去陪审团 ？Maybe 要给他们上课，就像这样。Maybe 我们要有三天的课程，说不定时间。因为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华人社会就是百姓哎，所以好像说我是一定考虑到我何家的，犯罪我可以告诉你，我何家的人不会犯错。所以当然，如果我去做陪审团，看他姓何的，还没有听就已经可以投无罪。这样就不能做陪审团了，这个太不客观了。你要好好听，而且有时候那个法理，这个法理跟这个传统又不一样。你看最大的例子在哪里？婚姻的那个习俗，对不对？法理说这个应该是那个女的嫁过去，她在原来这一家她还有财产权。台湾的民法，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民法也是这样讲啊，这是西方的观念。其实中华民国很多那个法理就是德国抄过来的嘛，跟台湾跟中国本来的风俗没有关系啊。所以我来了36年，我一直在看这个，大家的风俗是什么啊？大家法理是什么啊？这个上面就让你去法庭去巧的面红脖子粗啊，不合理，我们的风俗才不是这样。但是西方不是这样，我们的风俗是把它变成法律啊。这里风俗归风俗，法律归法律，我实际上冲突很多哎。所以我太太现在也有一个，我也有他很好的朋友，一个医师68岁，他突然有一天他就过世了。他礼拜三上班啊，礼拜三晚上去台大医院，然后就半夜就过世啊。第二天他的上班的那个老板还打电话来说，为什么徐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呢？啊，太太说早就过世。他说怎么可能，是意外吗？不是啊，他肝病啊，其实他一直在打针，他在打那个止痛针啊，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他突然的过世，那现在他儿女都吵成一团。明明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明明可以平分，而这个儿子说，爸爸说全部是我的，就这样吵哎。这个很麻烦你，这个很麻烦你。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回到什么叫做公平啊。美国人必定他有他公平的认知嘛，啊，公平的认知就像我来台湾10几年后，我爸爸妈妈过世啊，我们在分那个财产，我们就是三个孩子就是平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不平分。我姐姐早就嫁出去了，怎么样？什么？我从来没有考虑，就是说我姐姐不是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或是说台湾人说法比较多，是说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有嫁妆，所以他的那一份已经拿了。I don't know， 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们没有给多少，我们没有给多少嫁妆了，主要是就是让他赶快嫁过去，这样我跟我弟弟就不需要担心这个。这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一部分美国的基本精神。他看那些孩子，然后我来到台湾以后，我从来不知道，我才了解我家庭结构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其实我爸爸是好像是老幺，
但是他跟上面那些哥哥姐姐什么，他就没什么来往。啊，他爸爸妈妈早就过世，我没有看过。啊，我妈妈呢？我妈妈就是我们外祖母、外祖父，他只生他一个，所以他们后面就没有了。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来到台湾以后，哦，那你妈妈，你妈妈没有弟弟，没有哥哥，那你这家就没有再延续下去。对啊，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来到台湾以后，你发觉这个华人社会，他对这些家庭结构，他有很严谨的要求。哦，一定要有男的才能传宗接代。还有，你去看，我太太有几次就是认为说，哦，家里有一点问题，要去看那个算命。他第一个就是要画个图出来。其实我太太有几个兄弟姐妹，我都数不清。他那个时代十几个，对不对？他都把它排下来呀、啊，把那些全部排下来，然后排下来，然后他中间也有没有结婚就过世的，然后那个算命的就哦，这个是这个给你捣蛋，但是西方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回到这个是牵涉到陪审团的思考模式，对不对？就像不是说人家走到这个森林里面，这边有一个什么一包钱嘛，然后他就拿起来，然后几个人抛出来说你要跟我女儿结婚，那、啊、你女儿在哪里？早就上天了。西方没有这个，那万一为这个打官司，那陪审团怎么判？你要按照风俗去判吗？从风俗去判就是无理取闹耶。我从法理风俗还认为他有理，但是法理就是无理取闹耶。这个怎么办？陪审团你要怎么判这个？哇、wow, 这个我不知道耶。我是觉得台湾有一些风俗跟法理有很大的冲突，我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多冲突耶。没有，因为我们本来对那个公平的定义，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开补习班，有个班主任，他说他去美国住在人家的家里，然后他像那个家里有四个男生还是什么，结果他就看他们家里开会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跟他们讨论，哦，你做这个，啊，哥哥打你，哦，弟弟打你，哦，怎么样？那写对写错，他试着评理。哇哦，他说台湾不是这样，台湾就是大的打小的错误，啊，小的打你，你要容忍。啊，美国不是这样，美国就是人都是人算，他不管他的年龄啊，然后他是试着去，你的理由是什么？就完全这样比较民主的方式哎，啊，台湾就是习惯备份哎，哎，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陪审团要怎么运作，到时候可能真的要有一些课程，但是 anyway 有这个议题。美国那个大法官他没有认为陪审团是一定是海外领土要实施的一个制度，他有这个判决，所以有很多我们曾经用英文把它整理出来简单的，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凡是跟台湾过去历史传统没有很大的关系啊，你要把那个制度直接拿过来说这个是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想不会这么突然，也不会这么这样子就拿过来，不会，你可以放心了、啊、也不会说大家买枪啊，大家马上有陪审团什么，这个要漫长的时间呢。那好处在我们作为海外领土，我们是独立关税区，我们可以管自己的税，这个比较合理，我们管自己的税，照理说我们不需要管美国联邦所得税，所以我们要求他处理我们国防啊，联邦所得税说对不起，碍于我们是独立关税区，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钱，哎，对，那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啊，如果你是一州你就不能这样，所以从税务的角度作为一州不划算，而且更何况你不能进退
我们要有所进退。那我们可以跟美，我们可以跟美国有个很好的一个免税协议啊，我们可以做这个。我是想提早做这个免税协议，会我们的商人可以有更有好处来跟美国做生意什么的，这个对我们有好处。Maybe 这个会引起更多的台商来回台湾，如果他有一些优惠关税啊，因为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国去，还是跑到别国去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作为美国体系里面对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好处。所以常常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一些条文，我们就先从宪法去看，宪法会有什么，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美国基本上他谈共同国防， Puerto Rico 关岛、美国 Samoa 什么这些地方，他没有自己的军队，都是军队都是美国派的。所以如果我们参加美国体系，照理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最好我们就转给他，我由他去处理。我想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阿富汗也需要一些人嘛， maybe 他伊拉克需要人，他可以把这些人派过去啊。你如果不要派，那违反军令，那就把你开除啊，所有的好处都没有，包括你的退休金。所以他应该有办法去处理。还有外交人员，外交人员，外交应该是他去处理，外交就是那个希腊人在处理，叫做国务院，他是处理外交事务。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这两个因为现在都是在买外交外交关系。因为我儿子刚好他去一个公司上班，他们做一些电脑软体啊，他们怎么卖电脑软体为台湾的邦交国，他怎么卖，他们要卖电脑软体给台湾的邦交国，他就是怎么样，他们就跟外交部开会协议说，你一年要给那个国家多少钱，那你就留多少钱给我们，我们就给他制作一个电脑系统嘛，因为反正每个国家有海关嘛，所以他从那个预算把它扣下来，让他做那个电脑系统。他说问题是你到那个国家你连安装都没有办法安装，因为他没有电脑耶，不要说他没有电脑，他马路都没有耶。他跟我讲台湾很多邦交国连马路都没有，所以他说大概就是考几个磁片给那个总理或是那个总统放在抽屉，那以后谁说啊，哦，好几千万呢。那这个你买那个外交关系有什么用吗？这个没有用，这个全部没有用。你要有一些国家是可以帮助你还是怎么样，帮助你这个协助才有用啊。那些国家连航空母舰都没有，所以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反而都是美国在保护我们，这个就是实际的现象都这样。然后但是这个华人不管是这里的中华民国也好，或是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一直在喊干涉他的内政，台湾根本不是他的内政。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回到美国的基本精神，我们不喜欢拐弯抹角，我们喜欢讲清楚 A 就是 A，B 就是 B， 对不对？所以像我来台湾以后，我这个有时候也很痛苦，就像太太问你说我今天的手法好看吗，那你感觉不好看那怎么办，这个头发这个头发真的很特别哟，真的很特别哟，那到底好不好看？好看。我等一下去买豆浆，我慢慢回来再跟你讲。啊，就一直延后延后，有没有？因为我们习惯诚实的去对待，我们不喜欢说假话，所以你必须躲避，对不对？必须躲避。这个是我们的问题。OK， 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几分钟，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吧。OK， 谢谢。
立正，行嘞，休困十分钟。